Today's words of wisdom, the ultimate method,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with subtitles in Arabic, Olesi or Vietnamese, Chinese, Croatian, Dutch, English, French, German, Hebrew, Hindi, Hungarian, Indonesi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ersian, Polish, Portuguese, Punjabi, Romanian, Russian, Spanish,Thai, Urdu, and Turkish. Hong Kong 由260个美丽的岛聚组成，这个地名源自香港岛上的石牌湾，翻译过来就是芳香的港口。灵感是来自于在石牌湾交易的芳香木料和芬香。香港亦以它的演艺事业闻名于世，尤其武术最令人称道，有好几位在荷里活家传户晓的演员呢，都是出身自香港的电影圈的，例如李小龙、周润发、成龙、杨紫琼、李连杰和张国荣。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大楼呢，香港就有四座，而在不久前2006年的11月，来自香港的张平路博士荣获故事和平奖，以表彰他在医药和学术方面的杰出贡献。香港民众拥有高度的宗教自由，并有宪法条文来保障这份权利的。香港人的信仰包括佛教、基督教、道教、犹太教和石刻教，同时亦有很多人收集观音法门。观音法门是一种观内在光和音的打坐方法，它是青海无上师赐予这个世界的爱心礼物，为了帮助那些准备好重新找回自己内在天国的人。由于这些深具灵性的香港人诚心的邀请，青海无上师曾多次造访香港，分享他的智慧和见解，让大众更开悟，更了解上帝的天国。2000年的爱海之旅，青海无上师再次接受求道者的诚挚邀请而莅临香港。现在邀请你聆听这一场睿智的开示，最后的法门。1989年7月7日，青海无上师讲于香港。Supreme Master Qing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Because there is hope, so Sakya Muni Phật Jai, very hard, ran for 49 years, told you to follow this road.就会改变我们的生活，因为可以改变，有用，有希望，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辛苦到处去弘法，教大家有一个方法可以变成很伟大，可以挖出来我们这个内在的不可思议的力量，那个现在它被藏起来那个宝藏。当然要修这个法门，不是像普通的法门一样，不是像灌呼吸这样那么简单，不是像灌白骨灌那么简单，也不是像灌慈悲博爱那么简单，也不是像灌身体不干净那么简单。我们修任何的普通的法门，念佛、念经、拜佛、拜忏、拜山、拜水、祈祷、念咒、念经、念佛等等，都可以很自在。意思说很自由，不需要我们有什么戒律的，因为我们目的不多嘛，
我们那个目的很小，我们只要得到一点福报，我们只要得到一点安心，我们只要得到一点聪明，我们只要得到一点情欲浅小，我们只要得到一点慈悲博爱心，这样而已。不过我们要修这个观音法门文字心呢，我们要通通挖我们最大的能力出来用，我们要变成佛的啊，比较难。所以多数的人呢，不想修观音法门，他们宁可做一些护法的工作啊，就把这个修行变成比较简单的那种运动，每天运动，假如说拜佛啊、拜山啊、念经啊、拜忏、观呼吸，这样子也好玩，也是算很忙，忙自己这样子就不会乱想，也是蛮不错，也是会感觉到满足，满足一点点。我开始教了六七年有啦，不过以前是没有公开，以前是很神秘的，以前没有人知道，一个介绍一个来这样子，然后已经即使那么神秘也是变很多了，多然后我的那个住的地方太满了啊，每个星期来太满了，他们说师傅啊，那我们公开一点了。住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每个经济奖金给他们听，啊，然后他们就慢慢来，就说，虽然已经住那大的地方，在外面住公开栏了，让别人也来听也好啊。那师傅就泄露一个方法，越来泄露越多，然后就变习惯了。那好，那继续这样泄露，为什么这个神秘的事情？也不是神秘啦，我知道不是每个人能够做得到师父或是这个法门所要求的那种道德和规律，他们不知道，那你让他知道，然后他回去难过又想不好的思想，就造业障嘛。比方说佛教也有很多神秘的地方，比方说我们住家人的戒律哈，就在家人不能看的，绝对不能看的。为什么？因为怕你们自己本人做不到这些戒律嘛，好，你们看啊，对自己没有用，跟挣扎已经知道了又不能吃啊，哎，这好痛苦啊哈。释迦牟尼佛说不应该那样，不应该那样啊！我现在每天都这样那样，哎呀，是会很痛苦啊，然后自己造出来一种不正常的不愉快的生活，不知道还可以活下去，现在知道了又不能吃啊，哎呀，心很挣扎了，所以才不让家人看，并不是说这个是有什么伤害，如果我们本人还没有做到在那个等级，我们知道的话，就是会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安稳的精神。很多人有这个作念啊，比方说他们问师父，假如说观音法门那么好啊，你怎么只叫那些来跟你学的人，你怎么不公开在教堂这样子，就叫每个人在路上叫，然后写一本书这样公开叫比较好呢？对人家好，那为什么神秘啊？啊，这个问是很合逻辑的。不过应该了解，即使不要啊，也应该给大人喝啊，不能给小孩啊。很多不要啊，我们即使给大人，也应该看他年纪多大，看他重量多少，也给多少，也不是乱给这样子啊。哈，那小孩根本不能喝那些不要，有的小孩不能喝，有的不要的根本不能给小孩。那你们既然在了解了嘛，不能任何好的东西都乱给呀。像很多药啊，即使是对人生很好，不过应该有医生写那个药单，我们才能够买。那就不用问为什么医生那么严格啊，不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同样，有很多东西
我们做不到的话，就不应该知道嘛。那像我们大人呢、啊，有结婚呢，有夫妻的关系，这个是对我们大人是很普遍的事情，很没什么神秘，没什么伤害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不过你们愿意不愿意让小孩知道啊？愿意不愿意叫小孩啊？不愿意，这个是太合逻辑了吧？那小孩他不懂这些事情啊。如果你叫他，更伤害他，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方面。同样，师父已经讲好了，如果我们修啊普通的法门呢、啊，是比较轻松了，就不用什么神秘啊。我在这里公开叫100遍没问题，多少人来都没问题。嗯，这是我们佛教说所谓显教，显教意思说可以公开。嗯，有一种佛教说密教，师父教这个观念，我们讲应该密的，因为要求很多那个规矩，很多戒律，也不怎么多了，5个已经够用了，5个人你们受不了了。比方说叫人应该施书，那很多那种修行的秘方，假如说30条的修行的秘方，你们也应该要知道，不然的话出去修行伤害到自己。如果你们随随便便这样听一半一半，或是听了没有兴趣了，听了半信半疑那种哈，没有真正的严肃要了脱生死，没有真正的严肃的心要成佛度众生的话，那我们没有兴趣嘛，我们记不得，不记得那些规矩，然后随随便便修，那对自己没有大用，有的时候也有伤害。所以那些不能太公开，就是叫密教。密教是包括和尚戒律，包括一些传心法的方面。传心法因为没有讲话嘛，传法的时候都不讲话的，我们忽然会得到大开悟的体验。我们从那天开始越来越开悟，越来越多智慧，越来越懂事，越来越舒服，越来越懂很多方面。那个是叫密法。因为即使学出来啊，人家念啊，也没有得到这个法，所以才叫密法。因为传给什么人，只有那个人知道而已，别人没办法偷走或是偷看，然后自己学没有办法。因为传是传那边的那种无形的方法，像我们世界有很多东西是有形法，比方说我要教你英文的话，我就写下来叫你念 ABC， 然后 How are you? The weather is good. The weather is fine. And you are beautiful. Etc. 我们写下来，然后我们用口念出来，或是我们写在黑板里面，它就 copy， 还是用录音带录起来回去听听看，然后每天这样子念下去，每天练习，就有一天会了。这个是世界法。佛法是有一种是无形的，不是写在黑板上面的，写在智慧里面。能够写在我们智慧里面的人啊，他自己应该完全变成他的智慧的主人，他已经完全能控制他的智慧，他已经完全能够用他的最大的智慧，完美的智慧，他才能够介入我们的智慧，才能够写在我们智慧里面，也能够开我们的智慧出来。所以找那个人比较不简单，那些人我们叫他是名师，而是已经得到的道师，他可以上天堂去地狱的，去佛土去人间，我们叫他天人之道师，世生实父，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像耶稣基督一样。那释迦牟尼佛是成佛啦，然后他往生了以后，他还传这个力量，这个法脉给他的徒弟。他徒弟摩诃迦毗巴那个时候也是像他释迦牟尼佛一样已经成道了。不过以后阿难啊或是另外，我们不晓得他们有没有像释迦牟尼佛一样那么高等。虽然没有高等，
不过因为释迦牟尼佛传下去这个权利，所以他也可以继续这样传下去。像我们上人啊，有的时候父母是很能干啊，做生意很好，然后父母往生啊，就传这个财产和权利给一个儿子。即使那个儿子啊不怎么那么能干啦、啊，不那么聪明，像父母以前一样，也不一定那么辛苦啦。不过因为父母传下来这个权利嘛，写名单给他啦，然后他就变成老板啦，任何人在下面都要随从他，都要听他的命令。他这样子，因为父母已经开路好了，他这样子很顺利处理他的工厂的工作。所以我们即使没有成佛的人呢、啊，有的时候我们依靠佛的力量，没，而是佛传下去，我们也可以继续弘法。不过弘法是应该得到两种法才是真正的弘法，一种是贤教的弘法，呢，一种是密教的弘法。贤教的弘法是像很多法师去讲经啊，解释经典啊，我叫他人家念佛有功德，叫人家念咒有功德，叫人家拜佛有功德，叫人家忏悔有功德，等等等等，叫人家做道德的方面，那个就是贤教，贤的教理了、啊，贤贤呐、啊，很明白的教理，公开的教理。那个密教啊，应该自己得到才能够传。如果自己没有得到最高的等级的话，应该有师父允许你替他做这个生意，像父母允许你替他照顾他的工厂一样，过户嘛，过户给他。所以如果我们弘法没有得到两样的教理的话，就我们最少一样嘛。如果我们得到贤教，没有得到这个密教那个无形的那个教理啊，那个里面的真正的智慧，那个不能讲出来那种的话，那我们就50%法师了。法师有两种嘛，密法和贤法呢。如果我们只有得到密法没有贤法的话也很难。为什么？因为贤法是外面的法力，外面的那个教理，我们应该看经典啊，看很多经典才知道人家问什么我们能够答什么。上六祖慧能是一个比喻，他就得到密法没有得到贤法。像神秀法师就他一个比喻，他得到贤法没有得到密法。所以神秀没有得到最高的果位、啊、他经典都讲得通、啊、什么经典都知道，不过没有得到密法的那个衣钵，没有得到那个法脉，所以不能传他师父所传那个密法。那六祖慧能他就得到密法没有得到贤法，因为他没有看经典了，他是自然得到而已。虽然我们没有看经典，我们头脑比较空白比较单纯，那我们比较简单得到了，不过得到也还是要看经典，还是要学习世界的一点点关系和材料，因为要度众生。不过一位成佛的人，即使他没有得到贤法贤教，他没有看经典，不过任何人跟他问什么经典，即使念出来给他听然后问，他就会回答了。不过我们得到贤教没有得到密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连这个贤教我们也不懂啊，看不过看不懂。所以密教那个无形的法是比较重要的，意思说那个道啊，那个道不可道，那个哈，这个没办法用语言讲出来，那种智慧那种境界啊，像释迦牟尼佛得到一样，那个才是比较重要。最好就是两个都知道就比较重要。我们要得到这个两个啊，就是很简单，贤教最简单的、啊，我们可以去看书看经，买新书回去看，回去念，回去研究，慢慢来会懂啊。然后我们要得到那个密教，我们应该去找到一位他已经得到密教的老师，他有经验的老师，像一位有经验的英文老师，他就会教我们，然后我们两个都有。多数的人已经得到贤教了，
那个公开的那个教理，因为这个时代经典是很容易得到，很多人都印经印书发免费给大家，或是任何的寺庙都有图书馆公开免费简单给大家来参考，所以今天贤教不难，不难得到。古的时候连那个贤教也得不到呢，所以才有诵经呢。一个人他走很远呢，去到那里跟佛水啊，他佛听到什么，他自己录起来，再回去他念给大家听，然后大家一起背起来，呵呵，一起背起来就不会忘记，所以有这个念经的风俗，到今天还流传。这个风俗是很美啦，很美啦。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高雅的道理，让我们的理想不会想很黑暗，不会想很卑下的那种思想。我们念经比念是非好，所以是很美。不过还有，因为以前呢，多数的人都没有学问嘛，就不能上学校啦，所以只有能够念给他听啊，然后他背起来，念一句他背一句，念一句背一句，每天念这样就背起来了，哈，这是以前的传统。所以以前即使要得到贤教也不那么容易啊，应该去拜托一个人他已经知道了，然后念给我们听，如果他有空的话，如果他愿意的话，有时间陪我们念，念到我们背起来，这个所以就不简单。所以古的时候即使去找那些贤教的老师学的话，也应该顶礼他，尊重他，一步一拜，三步三拜，供养他等等，他才念给你听，他哪里有空。所以这个传统啊还是轮流到现在，所以我们现在去到那个牧师那里啊，跟他供一供啊，或是我们到那个喇嘛那边啊，教他念什么经给我们解释给我们听啊，然后我们到了什么寺庙的法师教他解释经典给我们听，或是跟我们念经，我们对那些贤教的法师也非常非常尊重，这个也是很美很美的一种传统。我们越尊重别人，我们我执啊，我慢呐、啊，招慢心越减小。我们越减小招慢心，我们越高雅，越聪明，越自在。没有这个我小小的我绑住，没有这个敏感的心呐、啊，没有这个自卑感呐、啊，伤害。所以是很美的，任何的传统都很美，很美。就是要得到一个完美的东西，那我们不是在一个地方学而已，而应该两边都合起来，一个是贤教，一个是密教啊，这样才变成完美了。我意思说，因为这个时代啊，很多人已经教贤教了，没很多寺庙都做这个高雅的工作了，所以我不再做这些了，我就贡献那个密教而已，那个道不可道，那个这个讲不出来那种东西，这个说不住那种法脉啊，我就帮大家开悟，得到自己真正的智慧，自己真正的果位，自己真正了解自己多么高雅而已。好，十一师父目的就到处讲经，是为了要贡献大家那个一半的那个缺少那一半那个法脉 OK 哈。请问师父，开悟了以后会不会再走回头路？有的时候会，有的时候不会。所以就是我们开小悟，我们没有得到那个不退菩萨的果位，我是所谓的阿罗汉的果位，我用那个佛教的字典来讲，阿罗汉就是一位永久不回来，不退菩萨就是继续到成佛。嗯，阿罗汉可以停在那里，也不一定继续成佛。不过不退菩萨就是他不退。那我们如果得到最少阿罗汉的是不退菩萨，就我们不会退步。还没有得到的话，嗯，可以哦，还是很危险。不过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名师的话，我们每天祈求他帮忙，即使我们没有得到
阿罗汉的果位，或是我们没有得到不退的菩萨，我们也不会掉下来再做反复，我们在我们果位那里继续修行，往生了以后继续修行。信仰基督教的教主耶稣又修持佛教的观音法门，是不是信仰上有冲突？ No， 你继续相信耶稣基督，你就打坐而已，我不叫你不相信耶稣基督。观音法门也没什么佛教的法门，这个是宇宙的法门，耶稣基督也有修观音法门，你回去多看圣经就了解了。不过修观音法门以后啊，才了解圣经比较多。哎，现在你们看圣经就获利过去，那些观音法门地方你们都不懂，自己没经验你们懂，你们多看师父的书啊，里面师父有解释圣经的那些观音法门的地方。你继续修，你继续那个相信耶稣基督就好了嘛，我不叫你相信佛啊，我就叫你修观音法门，然后你自己了解就好，自己了解耶稣是谁，然后了解佛是谁也好玩嘛，也不应该每次都认识耶稣基督，可以认识佛一点也没关系啊。嗯，耶稣、释迦牟尼佛、老子、孔子谁最伟大？信仰哪一个教最好？你的宗教是最好，嗯，你的教主是最伟大，你的教主是最高的，你的宗教是最好，没有别的。如果你继续做真正的一位好的天主教徒的话，世界和平好久了了。如果你真正的做得到释迦牟尼佛所要求的慈悲爱力的话，世界和平好久了。就是因为我们做也做不好天主教徒，做也做不好佛教徒，然后一天到晚上哪个教好我们自己不好啊，哪个教都好。耶稣基督叫什么？圣经叫什么？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爱你的敌人，爱你的同胞，爱你的隔壁，慈悲博爱，不说妄语，不说是非，不讲闲话，不控告别人，这个是不是佛教戒律啊？一样嘛。什么叫加持力？吃了加持力的食物有什么作用？加持力是这样子，因为修行很大的，它的时长啊，是很宽很大，它的力量是很强烈，他摸任何东西都有他的那种高雅的时长存在在那边一部分。那我们吃到那种啊，我们就会变高雅一点，我们智慧会开多一点，我们升华多有福报一点，我们刚应该有灾难很大就变小一点，那个就是加实力的用处。嗯，因为多数的人都自己不能修行嘛，所以有的时候佛菩萨在世的时候，我们来跟他沟通，跟他接近，我们也会接住他，被他影响一点。像一个堂香木的一棵树啊，只有一棵树堂香木，整个林在那四周都变成堂香木的树，不论它是什么种类的树，都被那个堂香木都染很香很香。同样一位大修行的人，他的道德很高，他的心呢非常的高雅，他的理想是超世界的，他的神通是超相界的，我们一接近他，我们会染一点点。像一块石铁哈，它吸一个针有没有，然后那个针就也变成石铁，它会吸另外一个针有没有，然后就吸一大堆很长有没有啊。同样我们得到一位大修行的加持力的话，我们也有一点点那种福报，那种高雅的品质。如果投身为老虎，为了求生必须继续去杀生吃肉，岂不是业障越来越重，没有办法得救？嗯，也会啦，不过比较难啦，比较很久很久以后，很久很久以后。因为也不要忘记啊，那些被老虎食的那些众生啊，也是他的业障，变非完全老虎的错，
所以有一天那两个业障均匀好了，两个都公平了，就老虎也会投胎做另外一种众生，有可能做人。所以有的人很凶，像老虎一样啊，有可能刚刚从老虎跑过来。佛是 无量无边的神通，但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会误吃了那个毒菇而去世？他没有误吃啊，他已经知道了。他说吃这个不能消化了，他叫他徒弟不能吃啊，只有他一个人吃。他还没吃以前呢，他已经知道他三个月以后会入涅槃，有没有？会往生呢？他有讲清楚了。还没吃以前，他已经照顾徒弟都回来啊，集中回来，听他最后一句话。他不是误吃的，他明吃故犯了。他不吃那个，他也会死掉了。就是时间到了，他就吃嘛。不过他吃这个香菇啊，因为他要收那个人供养，他要让他有福报，并不是说他一定要吃那个。他已经知道快死掉了，吃不吃无所谓嘛，吃最后一次也没有用啊。上密拉日巴是西藏的一位大师，他喝那个毒药以前他已经知道了，讲很明白嘛。不过他说他时间到了，他喝下去就好了，喝下去就给那个人要有利益啊，给别人要有机会忏悔啊，知道他的力量也是很好啊。耶稣基督他被钉以前他有知道吗？有没有？他告诉很明白嘛，他们都知道了，就是时间到了应该做就做，这样的免不了。请问师父，禅是什么？禅是不用语言的，你问我我不会讲啦。你要知道禅是什么，修观音法门。师父，我现在学吃素，但不能肯定终身可以吃。如果我可以吃素的时候再去台湾找您教我观音法门，可以吗？好好，你先练习。好，我是很喜欢你这个正式的那个概念啦。不过我们如果下定决心就一定会啦，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吃素有什么好处，吃肉有什么不好，而对众生很有伤害，那我们不会再回头吧。Some of the diseases related to meat consumption and or production, swine flu.Cured meats and fish increase leukemia risk in children. Antibiotic-resistant superbug infections from a strain of Staphylococcus aureus, blue tongue disease, E. coli, Salmonella, bird flu, mad cow disease, or Creutzfeldt-Jakob disease, 90% of the population at risk. Pig's disease, or PMWS, Listeriosis, shellfish poisoning, preeclampsia, Campylobacter,Clostridium difficile, diseases hidden in healthy appearing livestock. Some of the costs of meat eating. Infertility. Eating just one serving of meat per day increases the risk of women's infertility by 32%, with additional meat consumption increasing the risk. Heart disease. Over 17 million lives lost globally each year.Cost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s at least $1 trillion a year. Cancer. Over 1 million new colon cancer patients diagnosed each year. More than 600,000 colon cancer related mortalities annu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colon cancer treatment costs about $6.5 billion. Millions of people are newly diagnosed with other meat related cancers every year. Diabetes.246 million people are affected worldwide. An estimated $174 billion spent each year on treatment in just the United States. Obesity. Worldwide, 1.6 billion adults are overweight, with 400 million more who are obese. Costs $93 billion each year for medical expen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At least 2.6 million people die annually from problems related to being overweight or obese.Environmental. Use up to 70% of clean water. Pollute most of the water bodies. Deforest the lungs of the earth. Uses up to 43% of the world's cereal. Uses up to 85% of the world's soy. Cause world hunger and wars. 80% cause of global warming. Plus more.
some of the costs of milk consumption. Bacterial microbes, pesticides, and enzymes found in cheese derived from the inner stomach linings of other animals. Up to 80% of the calories in cheese are from pure fat. Breast, prostate, and testicular cancer from hormones present in milk. Listeria and Crohn's disease. Hormones and saturated fat leads to osteoporosis, obesity, diabetes, and heart disease. Linked to higher incidences of multiple sclerosis. Classified as a major allergen. Lactose intolerance. Plus more.请问师父，什么叫菩提心？菩提心，是一种佛教的，意思说发菩提心。菩提是梵文呢，意思说智慧嘛，自私，菩提是自私，就是 intellect。发菩提心就是我们发心发愿要修行，比方说修观音法门。因为我们要得到这个菩提呀、啊，我们要得到这个智慧，这就叫发菩提心。菩提心有菩提心的人，意思说那个人有道心，很想修行，很想得到智慧，很想成佛，很想度众生，很想了脱生死。然后他为了这个很想做的，他就开始做。他开始，假如说他开始吃素啊，他开始要。研究宇宙的奥秘啊，他开始去找名师学秘方可以成佛啊，他去找名师学他的戒律啊，他的修行的方式啊，那个就是叫菩提心。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lectures are not a complete meditation instruction. Please do not try alone. For free of charge guidance, please visit www.godsdirectcontact.org or contact any of our centers near you. 感谢你收睇今日嘅智慧之语。听日请继续观赏青海无上师提升人心嘅开示《最后的法门》完结篇。现在请继续收看无上师电视台的下一个节目《艺术与灵性》，焦点新闻后马上为你播出。在上帝无边恩典下，愿地球所有众生在祥和和慈爱中和睦共存。 We thank you for your kind-hearted company for today's sermon of Words of Wisdom. Join us again tomorrow for the conclusion of Supreme Master Ching Hai's Elevating LectureThe Ultimate Method. And now, please stay tuned for a journey through aesthetic realms. Coming up next on Supreme Master Television, right after noteworthy news. Through God's boundless grace, may all the inhabitants of our planet Earth coexist in peaceful harmony and loving kindness.For more details, please visit www.suprememastertv.com/WOW